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的。 我没有资格把赵吉荣，他没有保护好荣金珍，我也没有保护好他。其实我跟他一样，荣金珍这辈子要是真的醒不过来，我该怎么办？真要是那样，将来。 我有什么脸去见你，安能？荣金珍最听你的话了，求求你，给我点力量，帮我想想办法，让他醒过来吧，好吗？ 院长，这份是 Q 紧急报告。我刚刚收到 Q 小组全体成员签名的紧急报告，他们为你集体求情，说事发当时你的枪卡壳了，也就是说，客观上你无法继续参加战斗，所以才跑掉。这是不是事实？是。 有证人吗？有，谁？荣金珍。好。可是，如果荣金珍醒不了，也就没有任何人能替你作证了。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